哦，画图游戏耶。好，我是喵哈，我们又回来我们的野餐时间。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野餐，也搞不懂这个游戏在干嘛。那上一次那个游戏音乐声好像稍微太大声了，所以我们这次有调小一点，再看是怎么样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到他的嘴巴。哦，被吃掉啦！嗨，找到修桥的办法啊！所以我有在认真解主线，是不是？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如果太难的话，我可以带你离开。但是当心，如果你再回来的话，必须从头开始。需要我送你一程吗？不要。不用担心，祝你好运。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what the？ 好吧，这个青蛙应该是让我们离开这个关卡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关卡有一些坏坏的陷阱，我要先确认一下我的跳是什么。我刚刚就这样死掉了。X 可以去钩爪。X， 嘿，哇！刚刚好恐怖，我的 X 必须是不能放开的状态，所以我才能勾在上。那我一放开，它就会放手。哇的！哎、欸，这个关卡很恶意耶！我不是要来野餐而已吗？所以我要往哪跳？哎、欸，这很坏呢！这个中间这个要怎么吃啊？快！摒弃！哦，吓死我了！有没有存档啊？啊，我好没自信哦。这算是跑酷的一种吧？嘿，等下下面有没有刺？下面有没有刺？我还过得去吗？快点！妈妈！啊，我的！知道了，而且这里有看起来有路哎、欸，这个壁画看起来我觉得有点眼熟哎、欸，就有点像我们第一集那个莫名其妙的直销的家伙，那边应该没东西了。叮叮叮，不要告诉我再重来哦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很可怕呢、欸，是青蛙。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如果太难的话，我可以带你离开哦。但是当心，当你回来，必须得重来。需要我送我一程吗？不要。这个感觉踩了会上去，怎么办呢？到底要怎么踩呢？试先踩看。哈。哦、应该是要把是那个球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移动的吧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这个是解谜耶，觉得有点像之前跟团团玩的那一款 Shift Happen 一样，要解，不过是单人的，是要干嘛？我有点看不懂。它有个凹槽，照理说是要放在那里。那这个是干嘛？啊！哦！哦！踢小力一点！啊！不要下去！不要下去！嘿！用身体推它一点点，刚好进去就好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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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个有点难踢呀、啊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那我现在要怎么？
应该是要这样子抬高，然后把它踢到左边。哦，有了，要过去了，过去了！别别别别别大哥！我的笨，我的笨，我的。一二三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的实况就要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删游戏喽，气死我了，有按到对不对？然后嘞，真的、欸、真的是要移那颗球，它现在左边那有个圈了，哎，气死了，真的很生气。篮球，讨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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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篮球，哎。至少这颗是一次过、啊，哎，气死我了！烂球，烂球！不是吧，不是吧！啊，吃到了，吃到了！啊，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！前面有字。尖尖的，它会不会下来啊？哇，还好它有，它是有腹，所以这样子蹲的。哦哦，我的心脏快掉出来了！哦，好像越来越难嘞，可以偷先偷看下面有什么。这水应该是没事的吧？对，没有事。What the？ 哦，看到了，看懂了，但是要怎么过去呢？啊啊啊！我想起来，我好像可以下潜，对不对？有点忘了，是这个位置吗？试一次。哦，看到了。终点呢？是不是关起来的意思吗？哎，真的耶！所以我们到终点了吗？小黑炭，哇、哦，野兽帽子，哦，闯关成功哎，是吧？是吗？所以这不是我们修桥的方法，我以为我们。是为了要闯这个可以修桥，所以我刚刚的努力只是为了拿那个黑炭帽吗？啊，我们来去修桥吧。走开，走开，心情不好，我要把这里的花全摘了。然后嘞，怎么修？好，你为什么要叫醒我呢？我需要修这个桥。嗯，你弄断了那座桥。是，好吧，为什么你一开始要弄断它呢？弥补自己的错误。哦，你好，为什么要叫醒我？好吧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只蜘蛛，也许你可以用到那个可爱的蜘蛛网修桥。这里竟然教我们说谎啊！啊，才有办法让他去所以我要变成一只蜘蛛，是不是？但显然你不是蜘蛛。哦，好哦，所以你这只蜘蛛到底是来干嘛的？我可以踹你吗？开玩笑了，不要再这么做了。好哦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完全不能按照常理去玩哎。我刚刚只是想到一下，我就找到修桥的方法了，哎，真不错。
那个村民该养蜘蛛咯。哦，野兽把桥修好啦。你干嘛这样倒退啊？你真的把桥修好了，我们欠你一个道歉。我们以为你是无情的怪兽，但你似乎很好，谢谢你。我们可以留在村庄，想待多久都可以。你知道他修好的方法是踹了一只蜘蛛吗？我们的画家现在非常的苦恼，也许你可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。喂，等一下，我们帮你修了桥，为什么还要帮你解决你画家的困扰呢？我什么时候可以野餐啊？我想要吃三明治啊。哎，可以进去了耶。哦，你毁了我的生意。小兵，你可以的。我卖的是野兽周边杯子、海报、毛绒娃娃。面对野兽，人们既害怕又兴奋。我可以卖刚出炉的蛋糕一样卖出它。但你出现后，我们本来要发我的热门歌曲《野兽至上》，它本来会很棒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哦，所以这个东西是野兽。哦，真的可以买哎、啊！这买了以后可以干嘛？竟然要15块，好贵哦！而且那15块还是我刚刚花了超多精力才争起来的，不要。哦，找到了哦！原来那个不是蜂蜜哦，那个是画家的房子。谁画家也不会把自己的房子涂成那样啊！啊啊啊啊！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我没有灵感，这简直是个灾难啊！我懂了。我是个灾难，他们叫我把稻草人的脸画一张脸，但是只有鸟才会喜欢我那一张画。稻草人不是用来赶鸟的吗？这不对啊，鸟应该要害怕哦。好哦，这可是稻草人啊，他应该要吓跑这些鸟。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最严重的是我把我的铅笔给丢了。我从来不知道铅笔可以画在稻草人上。也许他在我的地下室，你可以帮我去那看看吗？你既然都知道在地下室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、啊、找到铅笔、帽子，不是铅笔而已吗？跳恰恰，弹走了。哇、wow, 是左上角那个吧？大大，很明显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大大，你自己过来看看啊。过大大，大大，我推你过去好不好？很明显啦、啊，他就在。哦，你这死胖子，你只是懒得过去而已吧？哎，又跑酷了是吗？等他这里真的不合逻辑啊！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建着一个完全没办法上去啊？铅笔、帽子，主要目标和画家对话。哦，你找到我的铅笔了，你根本只是懒得上去啊。好吧，你可以留着它，那你叫我找它干嘛？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，这可是我职业生涯的终点。啊啊啊！你知道要怎么带上它吗？带上这支铅笔。是的，带上它。你以前戴过帽子吗？难不成你一辈子都活在山洞里？好吧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首先，哦，原来是浇水的时间，是不是、啊？要按 LB 一直按着，选择你想要戴的帽子，然后只需要释放按钮，当当，帽子就在你头上啦。好哦。哇！当然，它是空白的画布。走吧，去给稻草人画一张脸。显然你比我画的好。哇，我们是真的可以画一张脸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。等下，帽子跟画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是要帮他戴帽子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可以画、欸，哦，好酷哦！我戴了什么帽子就有什么功用，然后，所以我可以这样捅，我可以捅你的哦，画图游戏、欸。突然很好奇，它手写板支不支援啊？啊，不行，我的滑鼠已经没反应，应该是不行了。所以我现在要来画 A 是
画图 X 是干嘛的？先看一下 X 哦 ，X 可以换颜色哎。那我要画一个什么嘞？这也太难用了吧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哦，你们绝对没有办法想象我画这个画的有多崩溃，因为它没有办法用滑鼠画，然后只能用摇杆去移动，然后它摇杆它也没办法用非常完美的弧度去那个画它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下面的弯它是有一点变成直角的形状，然后再去靠旁边去修，所以你们别指望我可以画出很好的东西，说面盒怎么会这样子，拜托你自己拿摇那个游戏摇杆的类比摇杆去画就知道。而且最气的是他那个 B 的橡皮擦是全毁，我已经不知道毁了多少次了，也应该有人注意到了，对，这张图很眼熟对不对？没错，这个是迪路大大创造的血腥画家的角色，我觉得我会被他揍，画成这样子方，而且还是方脸。不过因为刚刚本来想画一堆很搞笑的表情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全部都扯到圆弧形，我想说那我要画一个恐怖的，因为毕竟他说要稻草人要恐怖嘛，那就简单的话那就是血腥画家啦，嗯，应该可以吧。好了，我待会晚点贴给他看可不可以，应该是可以啦。好，先确认我们的血腥画家稻草人。哦，哇，你做了什么？这简直是大师之作啊，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天赋，现在你应该把它放到稻草人的头上，血腥画家稻草人啊，来把它带走吧。等一下它颜色变了，不是白色了，为稻草人换脸。去找稻草人，把你的画放在他头上。好哦，稻草人应该是最左边那个啊。短音，短音，对，是这个稻草人没错，而且我要把它放上血腥画家的脸了。哎，啊，哈哈哈哈，撤退，撤退，哈不行，我觉得我被揍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所有的鸟都飞走了，你新画脸真的把它吓跑了。就哦，等等，哦，这一开始出现的那个家伙对不对？小心！哎，你还好吗？那是什么？我想要告诉你机器人的事。看，我们村子里有玉米，很多玉米。我们的与阳光公司达成了协定，每周他会派一个机器人来这里收玉米，作为交换，机器人会在我们村庄到处撒钱，到处都是免费的钱啊！这也是被洗脑的教徒啊！很抱歉，之前没有告诉你，至少他把鸟都吓跑了。你做得很棒，谢谢。哎，我还是不能动哎，探索这个世界。我的血腥画家被压扁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洗雨。好，那我觉得我因为今天光跑酷还有画那东西耗了蛮多时间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全部剪掉后我这影片会剩多长。那就画了半天的血腥画家，他被压扁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。那下一集我们再继续探查一下这个世界要怎么玩。好，那大家拜拜。